由皇朝曲艺院主办，青韵乐院协办，爱心献光华粤曲演唱会节目现在开始。有请今晚的大会司仪彭宝坚小姐。大家好，好高兴今晚在油麻地的戏院里面跟大家见面。今晚我们预备了八首歌曲要送给大家。咁未曾開始之前咧，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喎。今日呢一場嘅演唱會其實係好有意義嘅。我哋睇見單張上邊有個名叫做《愛心顯光華》，咁其實係彭愛華小姐特登為大家預備嘅一個演唱會。當然啦，舉辦一個演唱會有好多人佢係需要多謝嘅。不少得的当然他就首先要多谢他的契爷和契妈，亦都是在座上的温泉先生和伍木兰小姐，在这里借大家的掌声多谢他两位。唔该晒。今晚的演唱会我们叫做爱心显光华。除了一個華字，大家相信都估到啦，就是彭愛華小姐啦。咁光字咧就是黃光考老師啦。而且今晚我哋更請到飾演咗超過30年嘅粵劇前輩李鳳聲小姐，為我哋獻唱三支歌曲。佢係50年代活躍於粵劇啦、電影界嘅紅星。不說那麼多了，因為呢我們今晚的節目非常緊湊，有八支歌那麼多。首先為我們揭開序幕的就是正正請到我們飾演了30多年的粵劇前輩李鳳聲小姐為大家唱的《泣血水會員》，而且跟她唱的呢就是我們今晚的主人翁彭愛華小姐。有請兩位。
将望苦不停啊。此时心境啊，壮志难酬金钩婆，泣血重回谁配与啊？你收
一丝芙蓉璀璨。心气一样似游仙，圣牙中阿兵，定愿东那君马无气力，未能开。
合此形啊，和耶。
重温以往，莫怨新的记浮萍啊。
花难定，几时生事苦离多，何如今日啊同归有期。Oh.